我们持续来看到台风凯米夹带着惊人的雨势狂袭高雄，有多处入夜之后仍然是淹起了黄泥水。所以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在这个男子靠近紫关的方向，道路已经被雨水给淹没，呈现汪洋一片。有一辆小客车就泡在水里，差一点就要灭顶了。那么路上仍然随处可见有抛锚或者是泡水的汽机车。由于高雄仍然持续的强风豪雨，包含了冈山、五甲尾一带，还有男子高大特区等等地方，入夜之后。 持续积淹水，那高大特区也因为临近沿海，所以积水达到了一个轮胎深度。冈山区成功路460号附近的路段，积水也大约是一个轮胎高，部分的区域也拉起了封锁线，疏导管制车辆，维护用路人的安全。 那凯米台风的雨势真的非常的惊人，花莲也不敌大雨，导致高寮大桥的中断遭到大水给冲毁。警方获报之后，到场以封锁线和三角锥封锁了现场，严禁人车靠近。我们来听一下警方的说明。在今天下午大概4点半左右，我们那个里长接获这个承包的包商通报说高寮便桥这里有中断，我就立即跟里长过来勘查。 看现场就是没有其他车辆那个受困哦，我们就在前段那边哦拉起这个封锁线，我们来树立那个更明显的那个告示牌，让这个用路人能够清楚了解。 警方指出了高寮大桥是在昨天下午4点半中断。那画面当中就可以看见大桥经过大水的冲刷，直接断成了两半，而且桥下的河水非常的湍急，现场也因为道路断裂，多处留下碎石。所幸高寮大桥在台风来袭之前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，因此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。 好，不过来看到在南台湾海域啊，现在发生了有6艘货轮遇难的事件，其中有一艘货轮是坦桑尼亚级的福顺轮，疑似在倾斜下沉没。那当中有9名缅甸籍的船员弃船，目前已经找到3位生还者，那另外5艘货轮则是在暗记搁浅。海委会就指出，沉没的福顺轮在外海失去踪迹，原先是受限于海上险峻，那海巡舰艇暂时是没有办法出勤的。昨天下午，空勤3大一队接获指示，随即就 派遣了重装的黑鹰直升机，要待命驰援。那至于其他5艘搁浅的货轮，主要搁浅在台南到屏东一带的岸际，船上有58名的船员，目前人船均安。那海巡署已经完成了勤务派遣，等待天后还有海象趋缓之后，就会陆续投入救援。 好，凯米台风带来的超大豪雨是袭击了台湾中部以及南部地区，尤其高雄是受到了重创。那市中心到郊区有多处的严重淹水，全台因为风灾酿成了5死531人受伤，停电的户数最高达到了81万7951户。那赖清德总统今天一早会南下高雄勘灾。 所以高雄冈山的点宝溪呢，因为溪水倒灌，满过了堤防，路边停车几乎是已经灭顶了。市区也是惨淹水，什么东西都在水上漂，汽车也跟着水流漂了出去，还有机车跟冰箱也浮在水面上。有超商淹水之后，泡面跟零食也全部漂在水上，离奇的淹水画面非常罕见。 冈山点宝溪黄泥水不断往外围流，流出堤防，车主想挪车都来不及。路边车辆全淹没，几乎只剩下车底。溢满的2个小时前还能看得出堤防轮廓，点宝溪因为溪水倒灌，溪水满出来，淹水高度最高80公分。大社这条巷子直接变成小河，汽车居然跟着水漂流。白色汽车载夫载乘的漂出巷子，看了真的好傻眼。另外这条路马路变成水路，机车仿佛是在玩飘飘河。其实呢，在后面涉水追车，速度还没水流快。8.9冰箱的好吃。市区这台电冰箱差点被水流走，这是要离家出走吗？还好路过民众发现了，帮忙推回来，淹水超惨的，还有超商。哥哥，我要开那个。 这真的是超商，只是水淹到大腿，临时饼干全漂在水面上，最惨的是仓库也进水。超商无奈的被水淹，泡面可能是第一次体验到水上漂。民众到马路上还以为看走眼，因为人孔盖真的漂在马路上，骑楼边也出现独角兽游泳圈漂在马路上，淹水奇景让不少高雄人惊讶。点宝溪溪水倒灌，汽车跟着水从巷子流走，就连超商都是整间泡水，离谱的漂流景象，真的都是第一次见。记者许千林智慧高雄报道。
另外在台南柳营也是有轿车是整个泡在水里险些灭顶，警消还得出动橡皮艇来救援。另一头的靶场更惨，水淹半身高，靶场变成了汪洋一片，就连神像都被冲走。台风凯米发威，大雨狂下，一看吓死人，白色轿车已经泡在水里，几乎快要灭顶，警消赶紧出动橡皮艇把人救出来。台南柳营淹大水，险象环生，男子半身都泡在水里，这里则是柳营靶场，水都已经淹到胸口，靶场整个泡在水里，还出现湍急河流，靶场变成汪洋一片，附近民宅和庙宇也全遭殃，一楼全泡在水里，不止家具浮在水面上，甚至连神像都被冲走，靶场教练直呼看傻眼，三分钟就淹进来了，整个是溃堤，水都往靶场里面冲，人会被冲走的，连我们那个土地公都被冲走了，水是淹到肚脐，所有的枪弹库房弹药全部都泡水了，车子淹了好几台。一旁的连外道路同样灾情惨重，多处土石滑落，树倒一片，道路也被一片黄水淹没，交通完全中断，影响50户居民。教练直呼已经多年没见如此惨况。就很久以前发生过一次啊，可能因为下游的水库没有放水啊，导致上游河水倒灌啊。台南后壁区也淹大水，大水冲进民宅一楼，经传有高龄长辈受困，警消赶紧出动，用藤椅把人救出。凯米雨势不容小觑，也让久没承载的地区饱受淹水之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、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